启示录二十一章五到七节和合本。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人，他要做我的儿子。上面可以吗？再读上面这一段启示录一章八节和合本哈，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抓到了吗？OK， 这样子就全部进来了哈。OK， 说、so, 要不要大家试读一下？我们还有五分钟。启示录一章八节。启示录一章第八节。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阿拉法，我是欧米加、俄梅加，是记载在以后永远永在的存者。我们读一下启示录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五到七节。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有对我说，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巴，你是，我是阿梅加。我是初，我是众，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将生得生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阿门，阿门。所以，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不好意思。西在。是在还是西在？西在吗？西在。那个西怎么样去？怎么样造句啊？西在。西在。钱的意思。现在。He was, he and he's to come。在怎么样？还要怎么样造句呢？在。这个啊，你要造句有点难。C 那个 C 怎么样用？C
西在呢，这里是指以前的意思嘛。那我们普通话里面如果要用西的话，我们是以昔日以前的意思。昔日，昔日，比较书面化了，没有这么口语。你普通讲话我们不用这个词，我们讲过去了，昔是过去了，对，过去的意思。所以在普通的教材里面我们不会用这个词，我们都会用从前、以前、过去的。从前，昔在、今在，对，以后永在，永永在的全能，在的全能神者，全能者，好，可以吗？这里都有问题吗？是，可以，老师。就是。我会把它发在群里面，我会把它发在群里面啊。OK， 谢谢。哎，好，还有这个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五到七节哈。二十一章，做宝座做的说，看哪，看哪，将一切都更新了，一切都更新了。你要写上因为因这些或是可信的，或是可信的，真实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他又对我说，我是阿拉法，我是阿拉法，阿美加，厄梅加，我是处，我是中，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OK， 可以吗？可以，谢谢。准准到了，哈哈哈。好，那么你们想不想再唱那首歌？我们就以这首歌来做结束好吗？好，可以。这首歌，我们再以这首歌哈，全心全意敬拜我们的神这一首歌。
时间的关系，我看我们需要停下来了哈。因为老师，我有一个提议啊，这首歌里面还有几个字我们还没认识 ，so。如果你要教这个，不是今天啦，改天你要教哪一首歌，那个字我们先要认识，才能唱。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一遍了。啊？刚才我们有些字还没有。有啊。没认识啊。有啊。全部这里。So、can you send on WhatsApp for us the words of the song with 拼音？谢谢。来，看这拼音的你。这个。啊，刚才我们已经走过一轮了。但是那首歌还有字不在这边的哦。没有，完全是这个歌词，完全是歌词，而且它还是繁体字，我没有把它字改掉。编辑，我会把它放进群里面，我会发在群里面给大家，大家可以再回去学习。然后我也会把这首歌，播在群里，就是发进群里面，你们可以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去学习一下，好吗？可以，谢谢老师。哎，感谢主，我们谢谢了。已经超了五分钟，我现在可以邀请 Rebecca 姐妹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吗？你是我，感谢主啊。OK， 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要谢谢你给我们机会认识新歌和新的你的华语，你的圣经的话语呀、so, 谢谢老师柯明老师这么耐心教导我们 so, 在这个星期里面你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爱心去传福音传爱给别人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神是爱的神So, 谢谢你保护我们这是星期我们在下个星期再见老师和同学在奉耶稣的名求奉耶稣的圣名祷告是吗对可以阿们阿们阿们